今天天气好啊，大家都开始打谷子了。我觉得忙忙等等。到我们店对面这里吃碗面，又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。这俩全家就叫做进去了，对呗？进了，咱们来内呢。来内。我们在上有名的粉店跟你们说，生意很好很好。嗯。这是什么操作啊？过一下冷水吧。不是啊，那是开水啊。好了。我知道了，他这样就到时候那个面没有那种，怎么说呢，就腻腻那种感觉啊，很清爽。朋友们，这种碱面可能是我们这个地方的特色了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啊，就是大家所在的地方有没有这种碱面呢，是这样的。然后呢，在桌子上还会配一罐这个酱黄瓜，还有这个萝卜干，这个萝卜干啊，看到了吗？这个萝卜干也加一点。好了，这样一碗就完美了。老板娘给我煎个蛋啊，再加一个蛋，早上补充营养。葱花煎蛋一个，哇，超美味，吃不腻，每天早上都来吃。是今天天气好啊，都又要下雨的节奏。老妈说的是下午去打谷子，她现在都去割了。啊？那不是？刚才。不练了。哎。我们去打谷子去算了。真的？你看这个，真的快要下雨了。如果老妈割了，到下午的话肯定搞不了。嗯。就是刚才太阳出来，她就去割了。那你就管着烤箱里的东西啊。嗯。公公和婆婆已经在开始打了，然后婆婆这边前几天打的已经种菜下去了，芹菜苗。拜。哎。哪怕底了都要就会练更了。哦。好，底个玩得可亏你。都要嘛，都得苗嘛。啊，压得更低了，哇，好多蜻蜓都在低飞了，蜻蜓低飞就怕下雨了。看一下，我们只有一点点没割完了，喝口水继续加油干，一鼓作气把它割完先。我跟慧练现在就割完了，再帮忙一起打一下，只有这么多了，十来二十分钟肯定打完了，赶紧的啊、哦，希望老天爷这二十分钟不要下雨了，不要下大了。你是阿亮来抬谷子先回去，这个先怕下雨了，有几滴雨滴下来了，下雨说不要搞，他偏要搞，我就担心他的腰了。打完了，我们的谷子全部
很圆满。又是一个丰收年啦。有点点。嗯。有点点又是啊，拔这种我不会做的这种，捆这个我真的是从早到大捆不会这个。来都给我啊。会练呐，你会不会捆这个稻草啊？我也不会。哈哈哈。公公说最简单的。有一个技巧在那里。人路边买光来吧。这么压一个一个，好了几。朋友们，你们看会了没有？就只是那个捆的那根稻草，有一个个玄机在那里。爸，那个带包裹去吧。嗯，你搞几只？不都能种的？那个老板，两鼠，好啊。过去。哈哈哈哈哈。而且你看，有红薯的嘞。好。这种是那种吃红薯尖的，它红薯不多、哦，不大，就是哦。啊？南瓜红薯啊？哦。那还要放一段时间才甜。先去挖两鼠可以吃的。嗯。这里。土这么松，估计你扯一下都出来了。嗯，好，看看。哇，看到了。有点。咦，还不错，刮到皮了。刮到皮上了，还好天没下雨耶，下了几颗雨下来吓人，还是乌泱泱的那个田。这是两鼠的花，很像野生葛根的花。这是两鼠的种子，一串一串的，特别像豆子。大姐，有两个啊、哦，好，挖到一把我们就洗了就吃了。把呢？哎，工人能捞呀？伢能捞，俺能追了呀？要你呀，伢能追。伢能捞。俺能两句话呢。没给讲过。两对了。没两件呢？我剥这个小的。嗯，让他来讲你们家路的。啊。喊他来磨底，这种这种尖尖下去最好剥皮了。对呀，那头几根硬嫩的话不？嗯哦，俺豆么一个嘞？也不多一回的。嗯。哎呀妈，大贵了，真多都难拿了。哎。白白胖胖的，我也来剥了。回来快吃了先喽。嗯。看我这个。这个就是藤蚕树，树蚕藤，嗯。尝一起了。嗯，管吧。嗯，没你管。到进来再管，你们再管了不？我这还挺甜的。你有你不？非常脆。想问你个。是呀，对那云，应该是问到那里。吃饱了应该可以啊、哦。可以用，我也有用，我也没可以用。哎。可以啊，我也不，我也拿不上来。可以拿一拿你吧。嗯，放啊。我知道了，应该是这样。哦，一样。哎。哈哎呀，哎呀，那可以。你等那里。守得云开见天晴了，大家看现在天空是不是很美啊？这边是我们这边的鼓楼。朋友们看一下，两个女汉子打完谷子收拾一下又跑来做月饼了啊。现在现在月饼收到谷仓里面我们就放心了。哦，不还要晒，对，晒的工作就交给公公婆婆了啊，我们就安安心心的赶着做月饼了。还不错，最近朋友们的反馈都挺好的。有个朋友说哈哈挺大个的，关键能吃饱的，说我笑的，我真材实料，特别搞笑。哎，回扣的也挺多的，反正只要加油干，努力干，相信我们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啊。嗯、我们就等着阿亮煮饭了，他上班中午又去扛了谷子，然后晚上是他做晚饭啊，反正一切人员都利用起来了。加油，我们呀！加油，加油！加油！
要不要来点？来点。宇哥值班今天。哇，宇阿亮煮了很多菜。很辛苦了今天。龙须菜哦。啊。我看到刀豆这香，这我今天腌的这个刀豆，我说天天做月饼，那个腻那个糖的味道了，就做这个刀豆。等一下把这瓶带出去。好。做月饼。是酸爽。刀豆月饼啊。